360了。叫机器人骑的呀，玩一电这版本你没掉机子。其实这版本一电一般对于站位而言什么的都会站得比较差。我在看 W 看一下带长够不够，好，是赏金出够够空了，先 A 一下吧，直接赏金出场，长到残血那就可以杀了。哎呀，这个机器人够得准啊！然后我们第二件装备啊，先插个眼，先 A 一下，周围先躲一。泰坦没出够，我们就不用上去催打了。泰坦应该够小兵了吧？也有成功的送一个，买一把攻速出来。EQ 接近平 A，W 刚才皮子应该没交上，现在应该会打个闪。差不多可以稍微小拿两个人头，因为再这样不拿人头的话会发育的不良。这种就属于思路清晰。我是钻一，先 A 一下，再 A 一下，看他给他挂个虚弱。先这个去了，先往上拉。他妈一下一下的给他骂死，先 A 他就行、是。哎，我应该死了，闪现我也不交了，应该一个大招，然后加一个 QE， 捡球啊！然后 B F 大剑。鞋子买不起，那就再来一件光速。再开个 Q， 双 Q 了，那就随便杀了。W 走位，注意躲个 E， 那就先把这些人杀了。Location， 我把队友搬的比较好，可以先杀个眼。然后往后拉一下，机器人出来 A 他一下就行，再 A 他一下，标记一下机器人，他之前还没出钩，再往后这边走就行，然后再开个 Q， 让他多 A 几下也没事。刚才这里看到剑圣了，稍微的退一下。就稍微的小心一下就行，先 A 一下，注意走位，躲个之前能够。这种情况下对线就是一下一下的换停 A， 现在已经快够无尽的钱，已经有无尽的钱了，先 A 一下， A 一下就往后，再 A 一下标记他一下，勾对，然后 A 二 E， 杀不死那就算了，先 A 一下走，因为由于我还有一个他会交闪现过来 A 的，然后差不多是了， A 一下再 A。还不错，这样的话还是挺完美的体验的。泰坦他妈的被反卡了，或者有些人说要饮血剑，但是正常的话是要蓝切的，就是你要在中期想打架的话，对吧？正常，好，蓝切，然后一双攻速鞋。先退了就行了，因为这个时候之前还没出钩。就是我不能上去，先小心一点，
而且这种手法通常健身在下路的距离要大一点，往上路再往下路走，先 A 大家减速。健身果然在下路，由于机器人没有闪，先 A E A R 才积极平 A 时间表，大家该 W 了，该 W 了。先不着急，再他过来给他就再 A 一下，之前平量吃够了，你先 A 一下往后退，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第一时间进入死位置，这个时候先把这个杀了，然后再 A 一下这个 A 闪。哎，机器人没有意外，他两个 W， 再来两刀杀了机器人。别不爱。稍微的适当整点人，没人的话就太爽，不要先直接出两刀，先出两刀的话，先补个刀。开个 Q， 先让他们打，他应该死了啊，那我们就溜了。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也打不了，我们再跟过去也没什么用，是石龙。然后我们现在旁边先瞅着，只能先瞅着，瞅着他。他们要结合推中，先开个 Q， 先进行点到 A 加手，我再拿开 W， 这边先打起来，我给躲个机器人 Q， 然后再开一个 Q， 他们两个应该即将要出来了，先勾住 A 一下，我再拿开 W， 不着急，这个就是先 A 一刀。然后找到打的机会 ，A E A A 会破一个大招，再 W 再往前拉，再 A 两刀结束。这个就是德莱文的反转，倒是这个机器人的 Q， 其实是我是知道的，但是呢，因为他在这里出个勾，后面在这里打很长时间没出勾，就证明他刚才肯定是有勾的。德莱文在没有找到输出时机与空间的话，大概只能在旁边先 A 一刀等待，或者对面吃了空子。然后在这里插个闪，之前应该在这里勾，然后我死。这就属于什么？知道机器人在这里等着 Q， 然后还要过去，然后就这样送。送你人头，其实我十九分钟这个发育已经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发育了。而且他上来把这个打够了，偷点发育。这个时候我单挑是比较猛的，天生的，因为他不假鞋，不是，他是那个直接 A E A 时间秒的。这个时候他上来直接就是送了，暗黑元首是没有多少蓝的，所以他这波肯定是回家了，然后等到这个回家，然后能满蓝在这里准备拿这个蓝 buff。对吧，虽然我说的很对也很准也不猛，时间开个 Q， 有蓝鞋地下减速，先 W 拉近距离，不要第一时间 A 他，这个时候 A 他一刀减速，然后一个 E 再减个手下 A， 再 A 多给他一个大招，把这边推到了 A 他一下，先交治疗加闪现，然后再接一个 R 回头打一下就行，这时候我就溜了，反正别人已经有 R 没人帮我打。好，看到皮阵刘姐用了啊，之前要出 Q， 好，先把这个勾走了，然后再 A 下边进行吸血，看一下这边，好像又打起来，先 A 一下，先不要着急 A 的，因为他必须要交 Q， 他必须要 Q 能 miss 你的平 A 的普，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稍微的往前面凑一下，这时候再开一个 Q， 先溜了，先 A 个小兵想吸点血，一刀吸112。因为像竞争这种时间啊，他第一时间你要 A 他的话，他能规避你的一把刀的频率，先过去，哎 A 一下我就可以溜了，然后他们哎过去又回家砍，因为他第一时间他有 E 还有 Q， 你怕他 EQ 推你家大刀打你，然后就先溜一下，打个 A 一刀，然后这时候再 A 刀再往回拉 ，A 一个 E 再 A， 大家要看 W， 好先 A 他小兵再往前站，大家要看 W。好，再一个 Q 三 Q， 然后这个时候再 A 小兵就行，好，再来 W， 好，直接两个把他 A 死，这时候我们再直接拆了，直接开 W 上去 A 人啊，并不是这样，现在这样 A 一刀小兵，或者先 A 一刀一血，然后这时候两个 W， 对吧？这个就是之前一直教学跟大家所谈到的能量 W 的使用法，这个使用法是很关键的。他是没有，就一个不假。这
个时候我烫他一刀，发现我看了多少血，哎，没烫到，那算了。这时候不敢进草丛，因为他可以随时的秒我，我没有炮。平 A 的一刀暴击366，下个 Q 的暴击 A 下吸血的反弹230，他是触发他余震。这个时候再开个 Q 过去，然后看一下这一刀暴击能暴击多少血。好像我并没有权利看这一刀暴击能暴击多少血。看一下这个剑圣一刀多少血。好，机器人一刀253、340、326、330。然后 A 一下提成511 W， A 一下446 451，再 A 到剑圣360多，360 360 370，这伤害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哎呦，他 Q 一推空了，不然我应该死了，对吧？这个伤害根本不是一个。啊，还差一点点，等他用 E。아대미이젠덜어덜어나니서내것마도모르는무게엄마나어떻게해야돼